down, my favorite drops down. On my first this summer day, you like the scent of coffee brewing in the morning. You like the crackling of the fireplace on a tree. 很好看呢，那些像小熊样的，金属的，吃早餐啊或者什么。Hello 大家，今天是我出院的第一天，就是早上从医院回来的，回到家就有收到很多的东西，快递啊什么东西的，还包括一些礼物，有很多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本来我生之前就是最后一周的时候，朋友们本来说要给我办一个 baby shower， 但是我感冒了就逛过去了，所以就只有等到那个我生完了以后，朋友们把礼物送来给我。然后不光是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还有小红书上关注我的自己开母婴店的一个女生，她看到我怀孕然后要生孩子了，就说想要送我一些东西，一些她觉得很适合像我这种可能稍微不太有准备或者是不太有概念的新手妈妈的一大箱东西。然后我就拆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朋友送我的礼物都有很好看的包装，但是我刚刚偷偷把包装纸拆掉看了。然后现在我在这拍视频，小当当在旁边的床上睡觉，谢老师抱着三角在睡觉，花卷在床尾趴着睡觉，所以就是很和谐。先说这两个 jelly cat， 是黄小毛送给我的，黄小毛不远万里从英国寄过来的，他专门买了寄来给我，就非常非常可爱，就很有心，是母子俩。是母子母女 whatever， 就是妈妈和孩子，熊猫和这是鸭子还是鸡还是鹅，这个嘴是尖的，应该是鸡，看这个脚丫丫是就特别的可爱。然后这个还能够小的小鸡和小熊猫还能抽出来，特别特别的可爱。我还没有准备什么就是玩偶类的东西，所以可以先从这个开始，感谢我的小猫。然后这也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不是送给我的，送给小当当的衣服。叮叮，又很可爱的包装纸，但是被我拆掉了，我对不起他。然后应该是新生儿的衣服，这是一双小袜子，这是熊还是狗？然后还有一个帽子，应该是新生儿套装。还有一件包屁衣，哎，我喜欢这种颜色，就是很天然的这种颜色，质感非常的好。因为本来是准备我生之前给我的嘛，然后他买的是那个 newborn 的，就是新生儿的号，然后就很担心如果我生的孩子个头忒大，或者是说那个一时半会儿见不着，然后就不能穿了怎么办？行，就还赶得及。然后那个小当当6.8斤，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大小体重。所以还能浅穿一阵子。这是一个背心儿，他们都很了解我的喜好，就是都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就很好看，然后很有质感。谢谢我的朋友安。然后这个，这是有宝宝的朋友们应该都比较认得的一个牌子，做包巾做得非常好看的，每一个都像一幅画一样。他还送了我别的东西。特别的有心，他写了好长的一封信给我，特别特别特别暖心。但这个信就不跟你们分享了，就是我自己看的。这个是一个豌豆，是那个咬咬胶，就它因为小孩很快就会长牙嘛，这个就是那个咬的玩具。很好看呢，还香香的小鹿。然后这边是兔子和
赫，然后他还送了我一个这个 3D handprint kit， 就是可以把宝宝的那个小手印上去，然后做一个盘子做纪念的，这个我就不拆开了，然后晚上等他睡醒了可以搞一搞，这很可爱啊。对，给你们感受一下我现在身上的肉肉，我现在就是整个人生完孩子减掉的重量就只有孩子，我一点都没有水肿，单纯的生了一个人出来。然后希望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体重可以下去一些。然后这一箱东西，就他是在小红书上发私信给我，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然后他又寄给我这么多东西，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然后我刚刚打开看了一下，好多东西。然后他的店叫 Erlo Mega Store， 他是在那个堪培拉有一个自己的母婴店，他好像就是也是生了孩子之后就可能对这些东西就比较了解，就是也感兴趣，然后就自己开了一间店。我觉得就是这样发展起来一个自己的事业还挺牛的。我能干点什么呢？嘿嘿，好，那个感受一下这个量，是不是有些过分的感人了？然后他也应该是写了张卡片给我，然后就里面有东西，很可爱。这是一个拼图。哦 ，I am so sorry. Where are you？ 他是把写给我的信还是卡片，就是那个内容是写在这个拼图后面的，特别有心。然后这是一个帽子，一个很可爱的遮阳帽，但是这个应该要孩子大一点才能戴，但是像小熊样子的。然后这颜色我也很喜欢，这种有点芥末黄的那种感觉。后是那个汽车座椅，就是婴儿座椅的一个遮的那个布，遮的罩子，这个我还挺需要的，因为当时考虑还没有很周到嘛，所以就是座椅弄了以后也没有准备热阳光的东西，而且现在这边是夏天嘛，这个就很有用，很有必要。这样的一个像小帐篷一样的东西可以遮在婴儿座椅上，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多肉植物的，可爱。小婴儿的牙刷，还有两个不同的型号。我发现这个小婴儿的牙刷和小猫咪的牙刷是一样的呢，就是很像呢。贝亲的 Clear Oil， 就是它的那个抚触油，婴儿油。就是小当当生下来以后，就真的他皮肤很干燥，手和脚都在脱皮。我问了医生，就是说这个是新生儿脱皮是正常的，然后但是那个助产士说，小当当的皮肤算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就是说要个油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及时雨。然后还有贝亲的指甲剪刀，通鼻膏，如果就是感冒的话，鼻子堵了的话，可以在那个胸口按摩，就可以缓解那个鼻子堵塞。这是一个奶瓶，因为小当当是纯瓶喂嘛，就是奶粉喂养，所以那个我之前问儿科医生，他需要大概，他就说你就一天大概准备6瓶的，这样的话自己轻松一点。我之前自己买了4个，也是小红书上的一个朋友送我 Mickey House， 然后这个再加一个，6个刚刚好，而且这个还挺大的，可以用的它比较大，好可爱这个小熊。然后这个是也是贝亲的，就是这种有那个粘着功能的棉签儿。这个是驱蚊器，然后是母婴可用的，房间可以使用的驱蚊器。这个是婴儿车上挂的防蚊的驱蚊的这个东西，驱蚊夹可以夹在衣服或者婴儿车上外部驱蚊，也是那个母婴都可以使用的，真的很全面。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礼物，这是什么东西？叮叮叮。哦，是一个铃铛，花卷摇醒。拆礼物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事情。然后这个是防止袜子掉落的神器，可以把袜子固定住。这是有声书，是不是可以看，然后可以听儿歌的或者听圣诞歌的这种书。咦，这个应该也是咬咬胶咬着玩的。还送了我一大包这个一次性的，就当然也不是只能用一次啊，就是可抛弃式的这种尿布垫。这个我们今天回到家
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东西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之前也买了几盒嘛，就是先备着，我看网上有人说不要囤太多，因为会用不完，所以我就买了六盒，就是每一盒十片装尿布垫，然后今天已经用掉三块了，所以还要再囤一些，这个就非常有用，非常感恩。它真的就是你在换尿布的时候它就会便便出来，或者是会嘘嘘，猝不及防。这是一个游戏毯，可以铺在地上，然后让它玩儿，各种各样的玩具啊什么东西全都摊在上面，然后到时候一抽就可以一起收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毯。最后一样是，这是个安抚毯吧，然后是一个小象的，好可爱呀，哎呀好开心，我真的是，我本来想穿的得体一点，但是确实没有我能穿上去的裤子，我刚刚还专门试了一下，牛仔裤只能提到这儿，而且还是之前我穿着大的牛仔裤，就开心。怎么说呢，我不是要变成母婴博主啊，就是我视频的内容就是会跟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是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的，其实就是你又不需要强迫自己，可以有选择性的观看，对吧。我自己也觉得人还真的挺难说的，你像我之前就觉得自己完全不喜欢孩子，但现在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就发现，哇，谢老师的这个呼真的是 Hello。 以前的我完全想象不到自己会因为就是这些小孩的东西而感觉到兴奋，但是确实好像自己很难预料到自己的变化。我其实生之前我的感受没有太大的变化，你看我没有特别的激动啊，或者紧张啊，或者是情绪有特别大的起伏，就是我俩都挺淡定的。一直到真的是见到孩子那一刻，好像世界突然就不一样了，那个感觉说不上，就肯定也会有激素啊或者荷尔蒙啊什么之类的影响因素，但总的来说就是这五天我是特别开心的，就虽然也有就比如说他哭啊闹啊我紧张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我情绪一直很好，然后就是很开心，然后觉得很幸福，这个是我觉得我可能以前没有预料到，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苦恼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都没有，所以我就好好努力，然后当一个还不错的妈妈，这就是我的目标。当然就是在当一个还不错的妈妈的同时，还是要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自己，然后自己也要活得开心，就是想要自己变成一个更加不错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我现在也比较容易语无伦次，所以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见，拜拜。三角疯了，看你哥哥来看你，脚，你看哥哥陪着你，妹妹终于踏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平时都是走到那个床的地方看一眼就出去了，今天趴下来的。那看着谢老师给大小大囊拍嗝，没揪没揪，可真棒。Thank you.
好。
起来，我的包裹到了呢。然后这个是在这个网站上买的，这并不是一个广告，只是之前买那些彩色案板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卖家居用品的店，然后上面有挺多挺有意思的东西。是个日记本。为什么会是礼物呢？因为写的 2022， 就是2022年，反正他们也卖不掉了，所以才拿来当礼物。三角的小尾巴，这是一个金属的放锅的架，可以放大概两个锅的样子。它有挺多种颜色的，然后我买了这个黄色的，觉得这个黄的还蛮好看的。跟那个一个系列的应该是这个放面包的篮子，这种法式的，它叫那个 bread basket。 然后我买了这个红色的和这个有点橡皮蓝的这个颜色，这些都是金属的。这是一个架子，这是可以当沥水架，然后也可以放，就比如说你看它这是烤鸡，然后也可以放面包啊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比较多功能的这个网格子的架子。它是专门写的是 roasting basket，就是烤架，可以放烤，就是用来烤鸡的架子。但是 whatever。然后这是一个锅，烤盘，反正就是这种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可以做大的那种海鲜饭呀、烩饭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做寿喜烧，或者是那种比较偏韩式的火锅，因为那韩式的火锅他们不都用很浅的这种锅吗？所以就是还挺多功能的。然后它有两个尺寸，然后有24和28的，我买的是28的，我都比较习惯买大一点的。一个杯子，或者说是缸子，就很轻，我觉得这造型还挺好看的，这样子的。然后这个大号的，你看它写的是那个用来煮牛奶的，反正我就觉得这个造型还挺别致的，有个盖儿。就我觉得煮个奶茶呀什么东西一杯刚刚好，不用来煮东西的话，其实也可以当一个你要放餐具的罐子、叉子呀、勺子呀什么的东西可以戳进去。然后这是一个，这个东西比我想象的大呢，这是个油壶，因为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油，所以油壶其实也不嫌多，但这个尺寸这么老大个的话，现在我放油瓶子的地方放它的话，它这个底座略微有点大了，等搬新家的话就有很多空间可以放这种东西。我现在也可以把它放在柜子里，比如说里面如果放那个初榨橄榄油的话，或者是调味的，比如说 蒜味的橄榄油、黑松露橄榄油都可以。然后是不出意外的话，这也是一个油壶，然后是一个玻璃的小的油壶，这个就好像更适合用来放调味油，就很好看呢。它有也是有大有小，然后我选了小的这个，这个我喜欢，我很喜欢它，就是这个做的很细的这个嘴儿和把手，就很精巧。这应该就是一个小奶缸，玻璃的，
没有什么特别，就直上直下的这一种。然后这个牌子我之前也买过它的杯子嘛，这个牌子，我给我念，这个平时做饮料啊什么东西，或者是做饭的时候就很有用。这是一个玻璃的马克杯，也是，这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细细的把手，很好看呗，而它容量也挺大的。这个，一对餐巾，其实我已经买了它的那个茶巾，但这个小的也挺好看的。我很喜欢这种配色，我很喜欢红色，然后也很喜欢红色的格子呀，或者是红色的条纹，所以我买了个小的。这应该是正方形的吧？对。然后这些厨房用的工具，这都是不锈钢的。那这个是捞意面的勺，煮那个水锅蛋什么的也可以拿这么勺，因为它中间有这个窝。这个也是，这是一个漏勺，然后这个是一个网勺，然后这是一个压泥儿的，比如说压那个土豆泥啊、豆子泥啊、胡萝卜泥啊、各种各样的蔬菜泥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比较老派的这一种。这种就是做土豆泥的话会非常细。还有这个是法国那个餐具的那个牌子的，这是个大勺，平时可以用来盛沙拉呀，或者甜品啊，其他什么东西。这些应该也是，那个是这个刷子，就是烘焙用的，刷蛋液呀，或者是糖浆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果酱啊什么的。虽然说这种东西家里都有，但是买香买贵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做鸡尾酒的那种锤，倒锤，我有那个就是金属的，然后就是橡胶头的那种，但是那个挺丑的嘛，木头的好看。就是这样子试用的一个倒棒锤子，还有一个木头的勺子，他说这是盛蜂蜜的勺子，或者是 whatever， 我就觉得反正这个造型挺好看的，比较古典。然后我是买了套这个绿色的餐具，我之前买的大部分是一件四套，这个抹刀都是单独买的，然后这个我就是配了一个这个抹刀，然后红色的我也配了一个，因为红色的我也有一整套嘛，我觉得红配绿放在一起还挺好看的，是不是我的夹？是不是我的小皮蛋呢？这个坏萌萌，你看你姐姐多安静。安静的美女子。然后是几个这种，这其实是塑料的，但是就是看着有点像那种就戴帽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可以，就是你就吃早餐啊或者什么，买了不同颜色的，吃甜品什么之类的。最后我买了一些玻璃的餐具，都买了一对儿，毕竟两个人了嘛，就是现在有些还是可以买一对儿。这个嘞，大的就是餐盘，它的玻璃还挺实在的。这个是专门做玻璃的牌子。这杯子我也有买过，这个是大的餐盘，然后这个是小的甜品盘。尺寸的比例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是一个汤盘，或者说是那个吃意面的盘子。好看的玻璃的盘子其实还挺难找的，这一款一直断货，它还有一套蓝色的，因为它那个蓝真的很深，用来吃东西的话我觉得会不太靠谱，不太好看，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啦。谢老师今天很早就去上班，他今天有三个会要开，所以晚上应该不会来吃饭，所以今天是我一个人的一日三餐，所以想吃什么吃什么，很开心。姐儿，能放过姐的电脑吗？电脑要瓦特了。
刺激，咦，吓人。Thank you.